是要开始画 x 轴跟画 y 轴这样子，好，就是第一栋跟第二栋，好，那就是要先设定画布，好，那还有绘 x 轴跟 y 轴，好，那我们看一下老师这边提供的这个程式范例，好，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好，就从这边这个程式，我们再继续介绍。第一个是设定这个画布的标签，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在这一边，好，我就是第十行抓到这个画布的标签，好，那再来的话，好，第十一行的话，我是这边哈，用这个 get contact 这一个东西的话，我取得这个 HTML5C 标这个标签物件的这个画图物件，CTX 是它的一个预设的画图物件，那预设画图物件之后的话，我就可以开始用这个画图物件的这个方法跟属性的方法来划线，比如说第一个13行这边有一个指令，就叫 begin path 的话，就是我会开始用这个的话，我可以开始设定这个绘制图形的这一些属性，比如说我可以设定这个线条的宽度，还有这个线条的颜色，这个 stroke 的 style，在这一边的话，比如说可以用这样，用16进位编码的方式设定这个线条的颜色，像这样的话，FF 的话，这个是对应到这个16进位，这两个是对应到第一个 byte，所以这个是对应到红色，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一边是这个 move to，就是设定我要画线的起始点，那这个是这边是它的 x 坐标、y 坐标。那 line to 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开始的话，我们画一条线到哪里到这边那这两个的话，y 的值一样那 x 的值不一样，所以这个应该是画一条水平线可以看一下这个跑起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边我把这个拿掉，这两个先杠掉，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画一条水平线。好，那再跑一次。好，那就跑一条水平线出来，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再把这个两个回来，这边的话要一个 move to，这边一个 line to。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它的话就画一条这个垂直线，因为它的这个 x 坐标一样，那 y 坐标不一样，所以它画一条垂直线，类似这样那这个我们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在这一边的话，我可以画一个这个，把它抠到这一边，看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会不会成功？这样，在这一边把它贴上去，贴上去之后，我这边设的这个 style 是一样，这边我改一下，改成它可改成绿色的，这一边RGB，那这一边的话改这样，那我送这样改这个，看这样可不可以？看这样会不会成功？这一边就好，在这一边。红色的那一条线不见了，所以这边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它在这一边的话也注意一下，在这一边 begin path，到最后的话，这个东西要画出来的话，要有一个这个 stroke 的指令，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边会有一个这个 stroke 的指令，照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才可以把这样的这个设定这个画线的线条的这个属性那再来画这一条线，那下面的话一样下一组这样，你看这样会不会成功？这样的，好，所以就画出这个内容这样子。好，那同学可以参考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投影片里面在这边有讲。好，线条那还有下面这一个错个。可以定义这个，等于说，这个，stroke 可以把这个图片画出来，
可能就是说 stroke 可以 把图片画出来，那 stroke style 的话可以设定线条的这个颜色，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边可以参考看看。对，好，那我把这个等于说我们先暂停在这边，同学试看看，试看看这个，我把这个东西抠到应该怎么讲，我把整个内容，看一下哈。好，那我们先切回来，同学先试看看哈。啊，我把这个程式范例哈，等改一下的话，贴到那个我们那个讨论区这样，给同学大概五分钟的时间试看看，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一边，同学需要这个程式范例吗？还是说你们自己可以画出来这样？在座的同学应该都老师看起来是蛮厉害的，所以可以试看看自己等于说定义这个画布的物件，可能在这一边类似这样，我现在这一边可能怎么没看到，喂，哇，
下哈。同学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可以看到这个形制吗？好，你再找一个，看一下。所以这个主体是自己打的，好，这样子。好，我抓了啊，好，所以这边没有问题了哈。那三好金老师这边投影，现在我切不到这个层次嘛，这样，好，所以这边等一下，假设是这个哈，同学可以开，想要开层次嘛，好不好？这边我再分享一下哈，那看一下，好，那我们要继续介绍这样子。那您这边可以看到老师分享的屏幕吗？可以吗？可以。好，好，好，屏幕上那边没什么。您这边可以吗？这个，那可以看到，你可以连到视讯那边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方式吗？是的，没有。好，所以这个是老师的，不是。好啊，刚好我这边没有办法分享出来，等一下哈。的一个状况，好，好，那个我们可能好，刚才画了两条线，看一下这个状况哈，这两条线，这个直的跟横的都画出来，好，那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是这个，好，等于说我们这一个好，横这个。把这边等于说再投影出来，好，在这边我们已经绘出，好，这个等于说画出这个 x 坐标跟 y 坐标，好，那接着的话我们要用这个等于说好三角函数，好，我们就用这个好 JS mesh 的这个物件，好，来绘等于说好取，就是说用好、哦、产生这个 sin 跟、哦、用这个物件里面的这个 sin 跟 cosine 的方法、哦、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是这个 mesh 的这一个物件、哦、这个是 JavaScript、哦、预设的物件、哦、就是我们一开了这个网页、哦、那在网页里面可以包含这个 JavaScript 的程式，那包含这个 JavaScript 程式里面的话，这个 mesh 物件、哦、它就包预设就它本身就有 很多这些数学的方法跟属性，我们这边的话比如说它可以有
cosine 跟 sine 的函数哈，那可以开平方根哈，下面这一些东西哈。那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就是 sine 跟 cosine 跟下面有一个叫 pi 哈，它可以取得 pi 的这个属性这样子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好，那怎么用哈？我们这边的话，老师恳请同学的话，好，现在的话这个荧幕上没有，你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内容哈，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是画一条线，我们可能在这边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把它拿过来，拿到这一边，拿到这个外面，我们可能刚才介绍过有一个叫 mesh pi 这样，类似这样的，那上面这个直角坐标我们就保留，我们把这个东西画贴上去，那可能在这一边有一个这个，先这样子写好，这个东西在这边，它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设定一个 dx 参数，或我直接这样，这个很热的，很热的拍，那这个东西我们看会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好，等一下，还有，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4行，好，这个等一下执行会跑出什么东西出来，这样，好，这一个东西，好，就这边的，好，所以这边就出来一个值，3.14159，好，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就会有一个这个值，好，所以就是说，在这边这一个，好，这个mesh pi 的话，它会传出来一个值，好，这个值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圆周，好，就是 3.14 这个值，好，那我可以这样子写，反正可以，呼吁先把这个要关掉，好，这样子会比较正常。哎，没有办法编译，讨厌。这边多了一个鸡，好，那我们抱歉，可能我跳到那个别的环境里面去编译看看这样，好，等一下，可能在这一边，这个我先把这个关掉，到哪里，可能看一下这个程式放在哪里，等一下，好，好，到这边，好，刚才的范例，因为这个 VS Code 有时候哎，这也分享一下哈。刚才那个原因是说，我现在这个函数哈，可能是改了之后，它自动会显示，所以它的东西的话会好，怎么讲啊？就是会锁，就是说直接在这一边哈，我就是 VS Code 改，它直接会在这一边呈现出来哈。那这个有一点伤脑筋，可能就会。假如我 code 是写在这一边的话，又改又那个那边就会怎么讲，就是会影响到，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编辑环境，同学的环境应该是不会，我不晓得，等一下也可以试看看。那这一边我设定，可能在这一边我改一下，这个等于说 V， 改一下，这个设定一个变数，这个 P 好了，等于，等一下，我开一下这个灯，太暗了，没有办法打字。好，等一下。
前面这一个的，好，这样好，抱歉，看不到键盘，好，抱歉，好，这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好，这边设一个变数，好，可能就是把这个贴上去，好，贴上去，好，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设定这个，好，那我们接着的话来练习，好，可能就是说写三角函数，哈，那刚才讲过，这个是这个 M 用 mesh 这一个啊函数，哈 ，mesh。好，那再来的话是这个 sine， OK， 好，我看这样可不可以，可能这个 P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边的话可能是这个，可能我再定义另外一个变数，可能这个是这个 var， 可能这个等于说 ret 等于这个等于说应该是这一行，类似这样，可能这个东西的话我就是说第一个变数，这个是 mesh size 开的这个结果。我问一下同学， mesh size 开的话， size 开的话应该是等于多少？然后还记得 size 开，苏雅这边大家记得吗？因为是微积分助教， size 开应该是等于多少？哎，讲一下这样可以，还记得吗？还是说那个？微积分上完就还老师了，这样，嘿嘿。再拍是等于多少？在座的同学有没有晓得？好，没，假如没有人晓得，我们就靠电脑这样子。零哈，好，不错哈。那我看一下是不是零这样子，好，我把这个存档啊，在这一边，存档跑一下，好，在这一边，我看一下这个东西。OK， 哎啊，这个值好像不是零，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同学晓得吗？这个是在电脑里面哈，趋近于零哈，因为这个值很小很小哈，一的负十六次方，好，反正这个东西哈，所以是这个值。好，那我们再改一下哈，这一边的话再改一下，改成二分之派哈，二分之派哈，那这个同学派除以二再传到 sin。这个函数里面，所以这个东西这样的结果会应该会是什么？应该会趋近于一，应该会趋近于一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结果就对，那同学可以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复习一下，可能就是同学照着这个范例，我们就是还是暂停一下，给同学大概也是五分钟的时间，我一边讲，像这一条线。目前的话在原点是这个400跟300这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假设一个框框的话现在是800跟600，那中心点是400跟300，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从这一点蒙住这一点之后，那接下来那一步的话，它的第一就是它的 X 的第34行的话，它刚好是这个 dx 就是六分之派，六分之派，那六分之派的话可能是应该是还不到一，可能这是零点几，零点几太小了，所以我们这边把它提出来放大这样，这样子可能会太短，就六分之派可以。那再来是 y 的只是 sin六分之派，在六分之派是有没有同学晓得这样子？在六分之派应该是还记得吗？二分之一啊，应该是二分之一啊。然后二分之一的话再乘以法是等于说应该是50啊。所以这边的话把它画出来，然后这一条线下这样的话是。往下，那假如要改一下正确的话，应该是这个，好，你在这一边把它改成减的，减的之后的话，你再把它再重新画一次看看，看它会不会就变成往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样就往上，所以是这样的话，的结果就往上，所以这边的话就有一点这个坐标转换的意思，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样可以吗？在座的同学画出来。
experience。他备好这边的话要重点哈，那老师就继续介绍哈。所以假设是连续哈，参考这些的程式嘛，好，我们在这一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哎，这个都不变哈，这边应该是变成哈，我再往下的话，这边再讲一下哈，这一边的话，可能在这一边我把这个，把这个 bug 的话哈，放到这一边。或者我直接把下面的这个程式的话等于 都打开，我们分析一下，这样我们分析一下。好，那我们把它存档，存档之后我们再说明一下，好，我们说明一下，其实这个东西跟同学学的国中的数学很像，好，很像这样。现在的话一开始这个它的话是原点是这样子，那第一次设的话是设六分之派，那第二次的话37行 x 的话是六分之派再加，原来 x 六分之派再加 dx， 所以就是六分之派再加六分之派，等于说两个六分之派三分之派，那第三次的话就是再加 dx， 所以每次的话都加六分之派。那 y 的值，y 的值的话就是 mass sinx，mass sinx， 那再来的话就是36行跟这个39行跟这个42行，这个都一样，这一行都一样，就是重复的这个写法这样子，就是一直 9 to 9 to 9 to 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写法这样。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看一下它的结果，我们这一边的话，我看看有没有存档，有存档，成长的话，看一下这样会不会成功。我们在这边跑一下这个内容，这样啊，那就跑出这个东西，就有一点像这样跑出这个东西。好，那所以这个程式就在这一边。不过这个东西，这个是很笨的学法，可能这边的话，可能在座的同学，因为在座的同学都学过 for loop， 比老师厉害很多，所以这边另外一个挑战，我们现在的话就同学挑战，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个，因为这边的话都是重复的，可以看从哪一行开始都是重复的这样，从这个每周37行开始到每周51行，这个都是重复的这样。那所以现在的话，接下来就从这个请同学练习一下，我们可以改一下，好，等这个东西。第一个，你把 dx 改成改成100等份，好，100等份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用这个就是这个 dx 改成100等份，那带的话就是你用这个回圈的方式重复做100次，那它的话也是一样哈，0 to π 0 to π， 那它应该可以画出一个这个比如说 sin 的图出来这样，所以这边的话就请同学挑战一下这样，这边的话，这样的话，他给同学十分钟的时间，他可不可以把这个 sin 的图画出来这样，用回圈的方式这样，就在回圈里面的话，因为在回圈里面定义这个轨迹，就是说用这个 dx， 每次加一个 dx。定义它 x 的改变量，那再来的话就是说相对的话 y 就随着 x 改变，可以在回圈里面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的话画，就是回圈很好用，可以画100点，就是画1000点都没有问题，那用 9 to 的方式把这一些点就是连起来，那最后的话要有个这个是错的指令，就是在回圈里面定义这一个指令，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回圈里面用这个 dx 来定义 x， 就是逐渐的比如说增加，那相对的值 y 的值就随着改变，那用 9 to 把它连起来，那最后的话用一个 stroke 把它画出来，要讲简单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数学所学的，就是 y 随着 x 改变，那 x 一直在增加，那
再的话就是把这个线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画一个这个比如说哈，这个 sin 的类似这样哈。那当然延伸的话，你可以画 cosine， 甚至可以你可以画一个抛物线啊。任何这一些哈，很常见的这一些曲线的图形，只要你 x y 的函数可以定义出来的话，应该都可以画得出来。用回圈法大概哈，就是一点一点连起来哈，应该就可以画出相关的图出来这样子。好，那这样可以吗？有同学可以 demo 吗？还是说，哎，好，不错哈、哦，那个黄时进可以 demo， 老师这边就停止共享一下哈，可能这个黄时进这边可以连进来，好、哦，展示一下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吗？嗯，等一下那个黄时进，对，好好。好，这个是黄纯进的结果嘛，好、哦、这样子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你的程式这样子，好，看一下你的程式，对对对，好 ，OK， 好，这样很好哈，那这边我们把它改一下哈，这个东西你现在是除以六嘛，三十三行是除以六，你把它除以老师刚刚讲的除以一百。好，那这个 index 的话就是要变成跑，好，你现在可以先跑看看这样哈， index 应该是要，应该是哈、哦，好一点点的，所以你后面那个 in 回圈里面那个要相对的要快，往这边的话，往这边哈、哦，要哈三十八行 index 要小于等于一百，好，小于等于一百，好 ，OK 哈，好，那这样再跑一次看看。好好，这样就画出来了哈。这个你说哈，好，那这样可以吗？我们再看偷看一下那个黄纯净的程式，这样好，这一个的程式哈，这个回圈哈，你们可以拍起来或这个看一下。那接着老师就不讲解，你们要参考这样的程式画出哈，等于说这个图出来哈。老师分享一下，我们这今天的课程目标这样，好，在这一边我换了共享这个。屏幕这样子，好，从这边哈，就是最后你们要画出这一个图出来，好，就是黄纯净已经画了四分之一了，好，可能就是刚才这个有没有？刚才这四分之一，好，那我们要沿这参考去做，好，把这个图画出来，这样啊，这个就是今天的练习，这样啊，所以老师的介绍就到这一边这样，然后同学就接着就自己试看看这样。